据悉，3月17日是姚笛37岁的生日，他在微博分享了庆生照，收到了一大捧鲜花，配文感恩。他对着镜头比剪刀手，手上的戒指十分抢眼，难道是婚戒？去年3月17日是姚笛36岁的生日，其被求婚成功的消息也曝光，双喜临门。在演艺事业上，姚笛是一个非常有演艺天分的女星，演戏时姚笛是百变的荧幕形象，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是清新甜美的形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